我是 Elsie Liu， 我是一位孩子的妈妈，我在 Pronex 里是一位 team leader， 我从事这个房地产行业有七年了。我是 Sebastian Yap， 我是 Pronex 的 team leader，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11年，我主要是做土地买卖、商业、工业的出租与销售，然后我也见证了这个行业的高低起伏。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，很胆小，很怕事，而且也不敢踏出我的舒适圈，我觉得大的丢永远都不会轮到我。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在 MCO 的三个月，我是陷入了零收入的低潮，再加上我太太她刚怀上了双胞胎，更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土地买卖因为 MCO 的关系而被取消了，那时候的我是陷入了最大最大的一个低潮。两年前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，我加入了 Pronex， 感谢公司给我们的 training， 激发了我的潜能，我终于可以踏出我的舒适圈，我找到我要的自己。还好有 Pronex 的线上课程一直在帮助我，把我从深渊里面拉回出来，下半年我是奋力直追啊，才能达到220,000的年度业绩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往外找人认同，其实我们应该欣赏自己，相信自己，虽然我是他人的太太，但是我也可以继续追求我的梦想。现在的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与坚韧，不管将来遇到多大的风浪，我相信我都可以乘风破浪而过。2月24号晚上8点，我们会在线上分享成功的秘诀，到时见。